这个考核就是这三个成绩相加除以3就好了，或者你用 average 也可以了哈。那我怎么把甲变成85分 ，A 减也变成85分？那当然第一个啦，一样就是做查询。所以查的话呢，一样用 read 函数，最近使用过的。那查什么呢 ？read， 哎，我要查甲，去哪边查 ？F3。这边比较麻烦，有一个考机，有个考评。那我不知道哪一个没关系，你点其中一个好了。你过来，你看第一栏就知道了，有没有？这边出现是 A 减 ，A 加 ，A 减，有没有？那显然不对。所以怎么办呢？你可以把它 delete 掉，重新移过来按 F3， 再重新再把它加，那就是甲有没有 U 甲，那就 OK 了，有没有两边 match， 那一定查得到。那查哪一栏呢？一定是查第二栏，然后呢比对方是要完全要完全一样就零、哦、OK 按确定，就85分。但问题还有这一个，还有这一个，那必须把它相加，除以3好了，最简单的方法。那怎么加？你可以加什么呢？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，你把这个公式哦复制一下，贴到后面来。那里面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，就 F3， 把它改成什么？改成这个 G3 有没有？然后再加，再贴一遍好了，然后呢，把这个 F3 改成什么？改成 H3 有没有？只是说呢，这个地方成绩哈，本来是考机，那就别人考评，那怎么办？把它 delete 掉，按 F3， 它一样会跳出来嘛，哦。那你再重选叫考评，它又重新放进来。但或者另外一个方法，你可以把这个字改掉也 OK 哦。然后呢，一定要先加，再除以3。所以记得哦，加外面一定要先再加一个刮胡，先把它加好之后，再除以3，这样最简单，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？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插入一个函数叫 average， 然后分别把这个放第一个，这个放第二个。这个放第3个也一样可以得到最后结果，好，两个方法哦，反正你可以做出结果对就 OK 了哈、哦，打勾，好、哦，然后就有得到成绩了，然后向下填满。再来的话笔试啊、哦，笔试的话，就是这个成绩乘上 0.3， 所以等于你就直接等于什么？等于这个成绩乘上30%就是 0.3， 再加上什么呢？这个成绩乘上 0.7。有没有打个勾就 OK 了，好，然后向下填满，好，那和气的话呢，就是什么等于这个成绩，乘上多少？上面这个60%，所以乘上 0.6， 加上这个成绩，乘上 0.4， 好，公式做完就打个勾，然后向下填满，得到结果了，哦，很蛮快的，啊，名次怎么排？最后的话呢，名次我们可以插入函数啊，利用有一个叫 rank.eq 啊，所以在哪里呢？在统计类，这个我记得我们前面有用过了啊 ，rank R 开头的.eq 这个，好、啊，按确定，他会跟你要三个参数，第一个参数是你的最后的成绩是多少，这个成绩，第二个 REF 是。他在整个成绩里面啊，所有成绩给他一下 ，REF 就 reference， 所有成绩的意思啊，参考的所有成绩，那就是什么？从 M2 到 M3 哈、啊，到最下面 ，Ctrl Shift 向下，到 M40， 哎，这个范围。不过呢，特别注意啊，因为等一下要向下填满，那这个范围不能变动，所以呢，请各位把那个什么3跟40哈、啊，前面呢。都加上一个钱的符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没加，它就变 M3 向下一列的话，就变 M4， 40变41，那不对了。OK， 那 order 的话呢，理论上啊，如果你省略的话，那就表示递减，也是高分在上面，低分那我们就省略好了。OK， 好，按确定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向下填满，基本上的话，那我们排名就算出来了。好，你可以看到哦，那最高，但其实你还可以把它列个表啊。假设我今天如果要把名次里面哈、哦、最高的前五名列出来的话，那当然最简单的方法，其实你可以用筛选，对吧？可以把它筛出来，哦，筛选这个。不过这边因为多一个这个列，我不知道这边会不会有问题啊？因为如果你要把什么筛选的话，你可以把什么，把小于等于，应该是小于等于什么？小于等于5的，假设啦，小于等于5的话，那就帮我把资料列出来。不过这边好像多一列哦，我不知道这边会不会有问题。
有没有？哎，没有。OK， 那显然就知道说，哦，这五个哦人就是下一阶段，等一下面他们可以进到第一阶段是笔试好了，第二阶段就面试，哎，就把这五个人叫过来，哦，然后呢再进行面试，因为其中一个要升迁，可能助理专员升等的话变成专员。OK， 哎，那就把这五个抓出来。OK 哈，哦，哎，这样很快嘛，对不对哈？啊，筛选的话就把它取消掉，这样就恢复啦。哦，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，把刚刚这个地方哈，哦，总共有四个栏位部分先完成。好了，画面呢，现在还给各位一下哦。